是怎样啊？啊？哎呦！哎呦！哦！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小妹妹！哦，身材漂亮哦！哦，哎，你这个啊，很 V 呢！是有是有是有！哎，你是玩 cosplay 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没空陪你玩哈，这是哥哥的名片，好不好？你拿着我的名片，有空下次我再陪你好好玩。来，200块坐计程车，我们大人在忙哈，你先回家，下次我会打电话给你。哦，出来玩还有同伴呢，啊！但是我老实跟你讲，你的衣服哦好看，玩 cosplay 就丢。是是是。你后面这两个同伴，你看这个衣服啊，啊，好高兴的，你看，大帅。大哥大，你来了。陪你的酸屌啊！这大哥大哦，一定让我死得难看。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。我现在啊，只能装死，装死就不会真的死。大哥大，我，因为我有红斑性狼疮啊。啊！医生说，我随时病发都会死掉了，所以钻石不可能放在我这边呐。红斑性狼疮，红斑性狼疮不是应该要有红斑吗？我看你没有啊。有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啊，整片都红的啦。他应该换。脸上怎么没有？脸。哦哦。啊！我在救你！啊！大大，你很红，红了！这个红斑性狼疮发作死掉了，钻石到底在哪里？钻石在你们两个。啊，哎呀，我知道，在我老婆那边。输了。钻石在哪里？钻石是看春蚕花溅落。便是红颜老死时，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这个不是林黛玉的葬花词吗？难道她想要选林黛玉渴死在这边吗？她真的渴死了。到底在哪里？钻石就在……啊，我知道，钻石在肥虫那边。大哥大，出来说清楚！快点！行政院卫生署关心您的健康，心脏病乃国人十大死因之一，一旦罹病，死亡率高达18%。
本人自离病以来，身材暴肥三倍，血压狂飙300，一旦受到刺激，随时有可能会一命呜呼。飞虫也得了心脏病死掉了。回光返照，这次是真的死了。我快要没有耐性了。钻石在哪里？小高，你又想要找什么理由死掉啊？怪是影帝，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可以死得跟真的一样，厉害。呼吸都卡住，我也要死掉了。你们两个去看看有没有活口。你们两个真的没有活口吗？好，我们走。